肺腺癌案例。2016年8月诊断出肺腺癌四期，扩散至脑部及颈部淋巴，同年10月开刀将脑肿瘤移除，并且配合标靶药治疗。2017年12月标靶药失效，癌细胞转移至腋下淋巴及上背部脊椎，医生建议化疗，我拒绝化疗。背部开始剧烈疼痛，好像十把菜刀在剁一样，无法忍受。止痛药越吃剂量越高，效果越来越小。先生非常心急，在网上搜寻看到了原始点，开始一边看一边为我按推，竟然舒缓许多，但是大概半小时疼痛又回来。先生开始在网上寻找附近是否有原始点的推广点，找到了南湾推广点，立刻打电话预约。2018年2月15日第一次走进南湾推广点，第一次由程经理亲自按推，回家后近三天不用吃止痛药，除了惊喜还是惊喜，太神奇了。在吃方面完全配合原始点，喝浓姜汤，不吃寒凉食物及冷饮，24小时温敷，背部疼痛减缓，不再依靠止痛药。2018年3月20日短短33天背痛完全消除，恢复日常生活，可以爬山运动。2018年3月28日医生建议照 MRA 确定脊椎的状况，结果照完立刻送急诊室，脊椎要马上手术，因为癌细胞严重压迫到脊椎，若不立刻手术将会下半身瘫痪。我当时一切正常，活蹦乱跳，所以坚持不开刀。期间大概有10位医生来诊断，一下敲腿一下提腿都没有问题，他们都很疑惑地离开。主治医师坚持不让我出院，隔天看我生龙活虎，无法相信，竟说如果是他，他也不同意开刀。就这样我出院回家了。首先我问大家，我的笑容亲切吗？三个月前不是这样子的哈，三个月前我握着我先生的手说，亲爱的，我真的很想再陪你走一段，但是我背部的疼痛我真的走不下去了哈。当时真的心情非常的沮丧，因为对我来说癌症并不可怕，但是疼痛很可怕，它让我生活没有品质，生命就没有意义。那当时我生病的关系，我就没有工作了。我的先生很辛苦哈，他要赚钱养家，然后呢因为我当时痛到哈，我连走到厕所的能力都没有，那他还要照顾一个癌妻，我很心疼他，但是我看着我也不能干嘛。我非常感谢原始点给我们一线生机，非常谢谢张医师的大爱，然后原始点真的是完全的免费，也是完全的爱心。我走进原始点，每个人真的是对我关怀备至，然后嘘寒问暖，非常细心的按推，也很仔细的教我的先生正确按推方式，真的谢谢大家。然后我在这边要做一个小小的见证，我当时决定不化疗的时候，很close 的朋友，他们来看我，他们看我的心情非常沉重，他们想说哎，可能是来见我最后一面，也觉得我这个人可能只剩下一只手在棺材外了。然后呢他们来的时候不但是我开门啊，还是生龙活虎，然后呢还谈笑风生，最后还做饭给他们吃。你知道他们表情是怎样吗？是这样，不知道用什么心情来对待我。那他们心里想说，这大概就是回光返照吧。然后我要再次谢谢原始点，让我回到我生活的一个轨道，能够在他下班的时候再做热汤热饭给他吃。真的我当时背痛的时候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。在此我要特别谢谢我们的陈经理跟 Luna 是那种温柔式的鼓励，每次现在就牵着我的手这样鼓励我。那我们的陈经理是那种英雄式的鼓励。你知道我第一次走进原始点多好玩，我第一次走进来我跟他素昧平生，他第一句话就问我，你怕死吗？我心里想，这是进来原始点的问答题吗？我是不是答错就会叫我走啊？我就说我不怕死，他就说好，不怕死就不会死。我谢谢他他的这个那种喊话让我真的很快乐的活到现在谢谢大家。各位志工们，你们的付出绝对是有效的，因为你们的这样无私的付出，很多人被你安推的人生活正在改变，生命也正在改变。各位一起加油，我也希望和我先生未来能够通过考试加入志工的行列。但是我真的要感谢原始点，就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可以舒缓他的痛苦，这是你们真的很重要。对这些在美国的所有的癌症病患，你们真的会安慰他们会照顾他们会帮
他们家人解除他们的这个担忧害怕。感谢原始点的这个医疗的观念哈，让我对癌症真的不再那么害怕了。现在我太太是第四期哈，但是我觉得有信心，积极的去面对，诸如像我们喝浓姜汤、运动啊，保持很好的心情啊，我觉得都帮助我们日常的生活呢，可以去面对我们的生活，而且很乐观的去面对的生活。真的最后就感谢这边的志工，真的每次来都是高品质的服务啊，特别是 David， 他从开始到现在一直 follow up 关心我们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